如何使用安娜堡学区提供的 iPad 登陆 Clever？ 知道如何登陆 Clever 非常重要，因为此后无需重新登陆，即可进入其他网络教育课程。几乎大部分学生需要的网络学习内容都可以在 Clever 里面找到。从安娜堡公立学校收到 iPad 后，你首先需要确保设备连接到网络。接下来打开 iPad， 找到蓝色的 Clever 的标志，就是写有 C 并且下面写着 Clever 的那个标志。随后你需要把从班级老师得到的 Clever 的二维码放到 iPad 摄像头前面。如果你没有学生的 Clever 的二维码，麻烦你联系班主任索取，或者学生知道自己的谷歌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，也可以通过邮箱登录。通过 Clever， 你已经完成了登录 iPad。 如果使用自家的 iPad， 你需要从 iTunes 商店下载 Clever， 请按照这个录像的指示完成下载。也许还需要下载 Clever 里面其他的应用程序。